啦。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交通安全嘅知識，好唔好啊？因為我哋呢日得俾一個好重要嘅嘢。好，好，將台交俾你，唔該曬。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。Hello， 我是 Cherry 同埋 Ken。今天嚟到呢度咧，除了聽到很多交通朋友啦，都分享過過馬路的時候小心啦。咁咧，其實咧有揸車的朋友咧，都要很注意安全啊。咁其實咧，我哋我希望在座每一位所有香港人都會身體健康啦，同埋平安出入平安。咁喺路上面咧，都希望唔好再見到有任何意外啦。咁咧，今日我就帶兩隻好開心嘅歌送俾大家。咁今日第一隻歌叫做《Hit Me》啊。很開心啦，好中意跳舞啦，好中意
住正能量啦。咁我希望社會呢嘅，咁希望今日除咗帶嚟一啲正能量俾大家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帶多啲道路上面嘅安全意識俾各位。咁希望大家都喜歡以後嚟呢一隻歌，叫做《奮鬥》。